旅行遇见新自己，幸福克罗埃西亚之旅的 6th day 第六天，来看看正前方，这是马可波罗岛 Krokula 尔科楚拉岛的部分。哇，风和日丽，出生在这个地方真的也是地灵人杰，浩瀚的马可波罗还有游记就这么也可以展开。我马上要出发了，克罗埃西亚，我们坐 ferry， 哇！是不是像包船啊？旅行遇见新自己，我非常的享受。小编 Steven， 今天2018年1月18号的下午3:10，在马可波罗岛为你现场做报道。拜拜。车在这边哦，还有大车、小车。